眷村包含着各地不同乡音、口味与家乡的记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他们住在一起，形成相互帮助、彼此关怀的特殊文化。费登平从小在眷村长大，自然拥有乐于助人的好心肠，而他飘香千里的美味素粽背后也有着数不清助人与受助的温暖故事。退休以后，我也没有退休规划，不知何去何从。世间难熬，你得了轻微的忧郁症，后来就参加的话志工，还慢慢得到快乐的人生。儿子小孩都长大了，但人家年纪大了，你不能一天到晚醉生梦死的何去何从啊。人生总是老了也要有个方向，不是老了就完了，你要也有老的规划。我也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我就找梁奶奶，因为她会做酒酿，也会包粽子。不是，那个应该是准备饼啊。我要算应该是我入宫子的那年。杨伯伯在那边的时候就中风了吧？没有。在那边的时候就中风了。对，在。他我们一来就搬到一起，不在我们搬到老家那边是住在一起，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晓得？好像我们住在这树下，就认识了。他人很好，有人家大家有什么事，他刚刚跟他帮忙，都是他帮忙来做事情。粽子，他也教我怎么包法。但里面的材料，像栗子啊、香菇啊、花生啊，还有素料，是以前我在庙里参加法会的时候，那个法师每人送个粽子，味道特别好。30多年前，是我一直觉得终身难忘啊！我一直想那个味道，对，我就把这个味道跟我姐姐讲。我姐姐10岁，因为妈妈是个职业妇女，爸爸在消防队，懂吗？所以说煮饭烧菜完全是我姐姐帮忙。她10岁的时候，我妈上晚班回来的时候，看到我姐姐背着我妹妹写字，我姐姐是一父子，是上个父亲死了以后才嫁给我爸爸。我们虽然是不同母异父，感情非常好。我就跟她讲我要卖粽子，她就教我怎么做。我有这个天分，我就会做了。慢慢改良，才有今天的口味。为了感谢所有帮助过他的人，他决定以梁奶奶为命名，在退休后开始新的事业。梁奶奶是一个慈悲的人，你有什么事，有什么事情呢？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你有什么事情？我们两个互动很好，他儿子女儿都在外面居住，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就主动的帮他的忙，我们两个人互动的很好，他对我非常的爱护，像小孩一样的照顾我，懂吗？像酒酿的时候，每年过年过节他就给我送一锅酒酿给我，懂。好了，有什么好处的时候嘛，我选动展的时候，他在这帮我拿票。对，我对他，我们两个，他虽然就等于我的妈一样，懂吧？
所以这次我要做酒酿，我跟他讲，他义不容辞的教我，锅也送给我，盆也送给我，把那套工具那套技术全部都给我教我，我为了感恩他，我才去梁奶奶诉讼。这边国贸的特技从天安门学回来的，哦，进来哦，会掉下来，然后再进来要喊一声哦，国民党万岁。好了，我跟你讲是要怎么讲，啊，就是，啊，你也吃了，我叫我们两个来，我先，我父王办的啦，哎，秋桃，哎，秋桂酒，对呀，这是我父王办的秋桂酒。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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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烫饭嘛，哦，是一个大家庭，如果你这个心恶，大家都会排斥你；你要善良，大家都会接纳你。懂吧？所以我们这个摊贩嘛，是一个善良的社会，懂吧？所以大家的一团和气，可以说你要找天堂、找快乐，你到这边来卖摊贩，四周的人都很善良，都很给你快乐，你在这边体验人生是真正的人生。你如果有什么嫉妒心啊、仇恨呐，你不要在这边是一种和谐的社会。像这个大姐，几个大姐都很帮我的忙，没有他们大姐我是卖不掉的，都是我的贵人，我很感谢他们。我的情感就是感谢几个大姐，一团和气，这就是天堂，这就是人生，没有斗争，没有仇恨，只有协和，只有祥和。我很高兴我来到这边天堂。社区的小姐把我的粽子带回娘家孝顺父母，你买一个下次会买十个，来来来来来，买粽子啊，不要买多，只要买一个，下次你会买十个，来买粽子。吃汽水的时阵，应该是在民国55年那附近。那阵我吃到汽水哈，是非常高兴的心情，因为那阵是农村的社会。那农村社会，你根本三顿饱都吃袂饱，哪有可能可以吃汽水？啊，所以呢，咱要吃到这罐汽水，有够欢喜的心情。当时的陈满清和所有孩子一样，对弹珠汽水有着特殊的情感，但他没料到的是，因为步入婚姻而成为弹珠汽水工厂的老板娘。这吼是一个机缘呐，也是上天的巧安排啦。因为呢，我是一个造船厂的女儿，根本对汽水吼完全是不了解的。啊，因为民国82年12月。隔壁来这个龙泉汽水工厂，因为我的公公已经过世了，啊，存了体弱多病的大家，那由不得你要来继承这个行业。那阵打米来的时阵是完全都不懂的，拢唔知影汽水是要安怎做，啊，所以呢，就家己慢慢啊、慢慢啊，教我的先生慢慢啊研究，从没有学到有。经过了几十冬的攻略，
而他的后半生便与这一间自民国40年代开始经营的老字号弹珠汽水密不可分。现在的弹珠汽水工厂已经恢复往日荣景，但陈满清初来乍到时所看到的可是另外一种景象。那阵我来，伊的杆那是都没有标志，是打一张纸嘛。那迄张纸打嘞，等着冰，等着水，等烂去啊。所以呢，我感觉讲，咱身为一个老板，爱对消费者有一个责任，所以我得为伊的商标来给处理。第二，为伊个囡仔咧，家处理好安全，很讲袂气爆，袂安怎，拢爱步步去家注意着。最后，我研发到那个匹多的塑胶瓶。完成汽水瓶的改造之后，陈满清着手生产制程的大改造，以卫生安全、品质第一为核心理念，导入现代化的全自动生产流程，摆脱过去半自动手摇的生产方式，不只提升生产效率，也让品质控管更加容易。这台是我们古早在做弹珠汽水的机器啦，以前拢靠这台安尼一罐一罐安尼咧喊安尼，安尼咧做啦。嘿，伊这就是讲吼，这囡仔吼，伊本地咱是拢用手工落去打糖嘛吼。打糖打好的时阵，就是这接一条水管，就是接迄个气甲水，安尼然后伊会走去遮来安尼。啊，我即马把这个倒落这个机器了吼，这个所在哪一？碰了这个开关的时候，像安尼就开始充填啊。啊，充填的我来遮看，看伊的水甜啊未？伊若甜啊的时候，我就安尼就变过来啊，变过来安尼就，吼、哦、变过来。因为这杆啊，伊这竹啊吼，伊无迄个压力通啊充起来，所以我来倒变，倒变了后，等于就安尼就一罐就完成啊安尼。传统半自动手摇生产方式虽然带有浓浓的怀旧古早味，却有许多难以克服的缺陷。对于生产者来说，玻璃瓶的不断摇晃也大幅度造成了瓶身气爆的危险性，藏污纳垢更是常见的卫生危害。以前打米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半自动很多在卫生吼、哦，你得比较较不合乎啦，哈、哦，所以呢，我就伫台湾请人做一台机械，啊，不过我用一当，我嘛感觉讲还是达不到我的目标，所以我就去日本，日本进这组全自动的机械，进入来了后呢，无论伫卫生，无论伫制程，都是合乎现在卫生局的规定。首先是要先锁瓶子啊，锁瓶子就是装弹珠、装胶圈，还有锁那个瓶盖。啊，锁好了之后就洗瓶子，洗瓶子之后就可以下去生产了。除了坚守怀旧古早味，陈满清还开发出许多新的口味，增加了弹珠汽水的生命力。葡萄柚啊，有加盐的。咱古早的汽水拢一定爱加盐嘛，啊，所以就来做葡萄柚运动饮料加盐的。咱是香蕉王国，所以迄阵的口味是香蕉油的味。啊，所以我1983年来的时阵，有香蕉油味的汽水，唯有我们龙泉汽水工厂才有。那我。后来又研发了水蜜桃、葡萄、柠檬、凤梨，因为你要不断的创新，
不断的去改造，而且呢，我们台湾那个水果是最棒的，所以我们就以一些水果的口味来生产创新。经过不断创新，拥有百年历史的弹珠汽水变成浓浓台湾味的现代化饮品。听说连三太子都指明贡品中要有弹珠汽水不可呢。弹珠汽水长盛不衰，陈满清的步出功不可没。我们龙泉汽水工厂研发了很多的创新，比如口味就有水蜜桃、葡萄、柠檬、凤梨。那在那个瓶子，我们也拿了三个专利，我们把那个瓶子会危险的地方改到安全的地方。那我们也把那个以前的那个开瓶器是回收的，一直开一直开。那我们现在也是随瓶附送一个开瓶器。那为了人家好拿，我们也研发了那个六瓶的那个手把。所以在台湾，其实我们龙泉汽水工厂来讲，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比如说，我们在瓶子有创新，我们在口味也有创新，我们一直都在努力当中。那也得过金商奖，也那个工业局也花了50年的历史贡献奖的奖杯。一路走来20多年，陈满清不曾忘记自己刚嫁到这里的时候，弹珠汽水是如何低迷，甚至被认定为即将消失的夕阳产业。通过坚守品质、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投入研发与创新，才将这个即将熄灭的种子再度燃起。陈满清有义务将火苗持续传承下去。其实弹珠汽水已经100多年的历史了，那我们龙泉汽水工厂来讲也近一甲子的历史。那现在呢，大的厂牌什么都出来了，可是呢，它变成是一个文化，一个历史。那我们身为老板的人，我们就任重道远的要去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饮料。高雄的汉人历史可说是起源于迄今，然而迄今的历史就是从迄今天后宫开始的。迄今天后宫的创建是在西元1673年，也就是清朝康熙12年，我们的先民徐亚华他出海捕鱼遇到台风，那漂流到我们迄今，他见我们迄今的地理位置不错，然后就是外海这边的渔获都是，这就是可以让他很丰收，所以他回大陆之后，然后找了他们家乡的六位邻居啊，然后整个移民，然后来到我们旗后这边。那当然他有随身迎奉了我们妈祖的金身，也就是我们现在坐在内殿最里面的那一尊妈祖，来到旗后这边定居。啊，整个旗津就是从我们妈祖庙这边开始整个往外延伸发展出来。这就是我们迄今天后宫朝建到至今的那个整个历史。建庙已有340多年的迄今天后宫，历经清领、日治、国府迁台等时代，见证在高雄的大小战役，却免受烽火摧残，穿越时空，至今依然屹立不摇。其中的一砖一瓦都是充满历史感的艺术精品。迄今的话，在遇到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台湾的各个战争史上，它并没有被摧毁过。我就是跟那个就我们的妈祖啊，或者是其他神明龙武灵侠，就是保庇，就是保佑我们在地的居民安全这样。所以我们听下来的就是，也是会有人来询问说，你们的庙那么久的都是原貌吗？就是这个原貌之后都没有被战争摧毁到过吗？那就是
就我们祈祷都有去讲下来，就是那时候的炸弹啊，或者是一些炮火无情的攻击都没有波及到庙跟附近的人。我们天道宫的话，它就是传统的南方庙宇格局，哦，就是有两殿五门，然后左右两护室，啊，它的在整个就是建筑格局上面，就是比较像旧时代的地质的格局，然后借由这些格局来凸显出天后崇高的地位。一般庙宇的话，它的庙内都是龙柱，那天后宫它比较特别，哦，有一对白鸟柱，就是龙柱的话一对是两根嘛，那左边右边的那个龙柱它各刻了50只鸟，哦，所以加起来是100只，所以它这一对白鸟柱是总共有100只鸟。那为什么要用鸟来代替龙呢？哦，那就是当时的那个哦来盖庙的师傅，哦，他们就是要变赌，因为一间庙的新建不会只有一个师傅来，哦，他是同时间有2至3位师傅来为庙宇施工，啊，他在绞尽脑汁嘛，就是他就是特别构思之后，他觉得说他用石头的缸，然后在石头上面雕画鸟，用鸟的楼来呈现这种缸楼并济的这种效果出来。37年重修的时候，哦，有特别聘请到我们国宝的彩绘大师陈玉峰来为我们庙，哦，来就是添加几分那个就是哦历史文化气息的东西，就是在我们前殿跟正殿的左右两侧，哦，总共有6幅我们国宝彩绘大师陈玉峰的那个就是他的作品这样子。非常欢迎大家来的时候可以细心品味一下。迄今天后宫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故事，不仅见证时代更迭，建庙师傅们的巧手匠心更是值得玩味。其中还有2座石碑能够让人遥想当时人们的生活样态。七星天后宫有2座清朝到现在的石碑，啊，就一座是民间的，那另外一座是官方的。那官方的石碑是福建水师，啊，他们特别颁定的，因为早期的官史良莠参差不齐，他资讯也没有那么发达，他为了说怕当地的官员欺压百姓，所以特地颁了一座石碑，哦，镇压在这边。让当地的官职能够看到说就是哦这个是上级哦特地颁定的石碑，然后严禁贪污，然后严禁欺压百姓，哦，这个是官方的石碑。那另外一座民间的石碑的话，就是早期打狗港哦不像现在那么宽阔，所以渔船或者是当时的商船哦要进来港内的话，哦会比较就是会塞船啊，或者是它整个流线动线会受到影响，所以在船主之间，他们有哦特别有个默契，就是哦我们什么船来，然后要怎么走，然后进来的时候要怎么去排班，或者是卸货卸鱼货这样子。那如果违反的人哦，必须要罚戏台，然后罚灯台给天后宫演给妈祖看，或者是给里面的众神明看。哦，这个船户公约就是当时候的渔船之间他们的船主所立下来的石碑这样。阿公是澎湖人啊，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来我们旗津这边工作啊，在这里就是哦我的父亲，然后是我都是在这边诞生，所以我在这边是十
就是三代都在旗津这边呐、啊。啊，我小时候，因为我们家就是住在天后宫庙旁，那小时候就是在玩的时候，都会跑来天后宫这边玩啊，就整个在庙内庙外这样子跑来跑去。啊，天后宫的前面有一个小石阶，那有一个小斜坡，这个是以前小朋友的时候都会在这边溜滑梯这样子。所以从以前天后宫跟我的记忆里面就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也没有想到说长大会来庙这边服务啊，为妈祖服务这样子。